今年是我们国庆的70周年，对我来讲也是特别的一年，因为这也是我进入医界的70周年，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60周年，是我和肝癌斗争的50周年，更是我和我的团队在国际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的40周年。再过几个月我就90岁了，所以有幸啊，亲历了我们国家落后挨打、民不聊生、中国站起来、中国富起来，以及现在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整个过程。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站起来是多少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所换来的。我记得当年宣誓的时候最后一句就是为在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所以对于一个医生的党员来讲，我想就是要努力工作，为国争光，具体说就是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来攻坚克难，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在国际的学术界上面占有一席之地去努力奋斗。那么1969年我们医院成立了肝癌小组，就从那个年开始我就进入了跟肝癌斗争，到今年刚好是50周年。那么这个50年的过程，我们有幸把肝癌从不治之症转变为部分可治之症。那么我们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我们经过了10几年的努力，经过了78次的失败，最后建成了转移性的人肝癌的模型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发表到现在已经20年了，没想到今年1月份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所 MD Anderson 还在问我们要这个模型，就提示这个模型到现在国际上还没有。我们也因此得到了国家科技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等奖。所以我想我们要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一定要看准方向，有始有终。1987年，我有幸作为医学界的唯一的代表，作为14名有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接见。我记得当年他只讲了3句话：人民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但是这3句话一直是我后来鞭策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是有非常明显中华文明的背景，因为过去几百年被关之手，使得我们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于世界，所以我们估计在相当长的历史期扬为中用，学习西方有用的东西将成为常态。但我想我们医学不可能长期成为西方医学的延伸，所以这就需要对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讲，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我相信啊，扬为中用加中国思维，
必将有助于将中国新医学以贡献于世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在生命不息的时候，我将为此继续推进。